我六歲嗰陣時就開始有濕疹。我好細個已經有濕疹，差唔多困擾咗我20多年。嚴重嗰陣咧，喺屋企咧，我係唔敢開燈，嗱，我唔敢照鏡，去到某啲位置，我都擔心自己其實有啲情緒嘅問題。check 咗好多唔同嘅，譬如話論文啊，咁我就整合咗一套可能自己可以試嘅方法。讀完藥劑之後咧，咁我明白其實藥物都幫唔到全部嘢啦，有啲嘢都係靠自己個整體健康嘅。欢迎收睇健康关注组。嗱，唔少香港人受到湿疹嘅问题困扰啦。嗱，喺2023年咧，就有一个调查话，超过60%嘅受访湿疹患者表示佢哋嘅病情咧系中度至严重。有20.5%嘅湿疹受访者咧，佢哋话曾经咧有呢个细菌感染，而超过10%嘅患者咧，亦都系需要咧曾经去过呢个医院咧接受治疗嘅。嗱，所以真系咧唔好忽视呢个湿疹嘅问题。而今日我哋探讨嘅题目啦，就系湿疹引起并发症，严重情况唔会致命。介紹翻今集嘅兩位嘉賓先啦，包括有皮膚科專科歐志森醫生同埋註冊營養學家林君賢 Queenie 嘅，歡迎曬兩位。歡迎兩位，咁啊先同歐醫生傾下偈啦。嗱，香港真係好多人有濕疹嘅困擾，我諗大家屋企都好似總有一個半個啦，有呢啲情況，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呢個話題。其實濕疹咧係算係一種點樣嘅皮膚病？有冇咩類型去分嘅咧？嗱，濕疹咧其實係一個慢性嘅皮膚發炎嚟嘅。咁佢咧，我哋正式嘅學名，我哋叫做異位性皮膚炎或者異位性濕疹，有啲人叫做小兒濕疹。咁佢其實係啲自身嘅免疫系統疾病，令到我哋對好多嘢咧都有個敏感嘅反應啊，產生一啲皮膚發炎。咁當然仲有一啲叫做濕疹嘅皮膚病咧，例如一啲後天嘅一啲接觸性皮炎啊，一啲譬如一啲靜脈曲張引致到靜脈性皮炎啊，嗰啲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叫做濕疹嘅。咁通常呢啲濕疹咧喺咩位置嘅？嗱，如果講我哋最常講嗰種異位性皮炎，嗱，即係呢個濕疹咧，最常咧就係喺我哋一啲四肢、一啲關節嗰啲接位嗰度啦，例如個手踭接位啊、膝頭哥後邊啊咁樣，有陣時喺啲手腕啊或者腳眼啊，喺頸部啲接位呢啲都會有會揾到患處嘅。但係如果你話佢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由頭去到腳趾尾都可以有濕疹。咁歐醫生係乜嘢原因咧導致到會有呢個濕疹咧？其實咧，我哋可以講翻即係究竟濕疹佢嗰個成因係點樣？其實濕疹嘅成因就好複雜嘅，有一啲先天嘅因素，例如患者佢會有一啲嘅遺傳基因嘅一啲嘅問題啦，令到佢對於好多嘢會有啲敏感反應啊，同埋佢會令到佢咧個皮膚個屏障會有個缺陷咁樣，保護唔到佢自己。另外就一啲後天嘅因素啦，就好似你頭先講嗰啲環境嗰啲轉變，唔同環境可能對唔同嘅人。佢可能嗰個反應會唔同嘅，呢啲後天嘅環境因素包括一啲氣候啦、啊温度啊、濕度啊、嗰啲空氣嘅污染物啊，又或者啊會唔會有花粉咧？又或者佢生活嘅環境會唔會有啲貓狗嘅毛髮啊？會唔會比較多毛菌啊？呢啲其實全部都會影響咗究竟一個人會唔會發濕疹或者有幾嚴重。咁你後天就要問一下 Queenie 啦。其實飲食算唔算係需要留意？會唔會話我哋食啲咩？因為我個女係有濕疹嘅，有時我自己認住就話：，食完牛肉嗰排咧，就即係好似就係啊嗰啲係就發得多啲噶啦。有冇咁嘅説法㗎？其實都有嘅，蝦蝦呢啲咧通常比較 common 嘅一啲比較常見一啲食物致敏源啦。咁除咗蝦蝦之外啦，我哋好常聽到可能係一啲雞蛋啊，含有小麥嘅烘焙食品啊。或者係啲奶製品啊，或者一啲貝殼類嘅海鮮咧，其實都係比較常聽到嘅。咁除咗呢一啲食物之外啦，其實一啲加工啊、快餐啊、比較高糖分啊、甜品啊、雪糕啊，同埋一啲經過發酵嘅食品嘅話咧，譬如酒精或者芝士咧，其實都係會容易誘發濕疹嘅症狀嘅。即係我都聽過嘅，好多啲朋友話咧，佢即係飲品咧，飲乜好甜嗰排咧，佢啲濕疹係嚟得犀利嘅，會唔會有咁嘅説法嘅？糖分係好容易會養住你當一啲發炎嘅一啲因子嘅，
係啦，咁所以有時一啲比較高糖或者係一啲精製糖分嘅飲品或者食品嘅話咧，嗰排食得多咧，嗰個濕疹嘅症狀係好容易會反覆嘅。哦，即係糖果啊，其實甚至乎可能夏天大家中意食雪糕食得多咧，都有機會噶咯喎，因為都中咗幾樣噶咯喎。都中噶喎。嗯，係啊，所以其實譬如雪糕啊，或者蛋嗰啲就通常一定都係高危嚟噶啦。嗯，咁問翻歐醫生，其實邊一類型嘅人士咧容易有濕疹咧？第一咧，頭先我講就係、是。有些人佢本身係有啲先天嗰啲遺傳基因嘅問題嘅，咁呢啲遺傳基因問題咧，會佢會自己可能會有比較多啲嘅敏感嘅病症嘅，除咗濕疹之外，佢可能會有一啲鼻敏感啊，或者氣管敏感，甚至乎去到哮喘啊、食物敏感呢啲咁嘅情況。唔單止佢自己喎，因為個遺傳基因來自父母噶嘛，咁所以咧，佢可能父母都有類似咁嘅情況，會有多啲敏感症，或者甚至乎啲兄弟姊妹都會有啲咁樣嘅敏感症嘅。嗯，其實咧好多情況真係可以引致到呢個濕疹嘅發生，亦都好多人有好關心呢個話題，究竟可以點醫呢？咁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傾。我六歲嗰陣時就開始有濕疹，我好細個已經有濕疹，差唔多困擾咗二十幾年。有資料顯示在香港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在不同時期患濕疹，發病期間都挺困擾的。Harrison 由六歲起患濕疹，一直看醫生，一直翻發。Harrison 啊，咁咧自細你就有濕疹嘅情況啦，咁其實生過喺邊一啲位置呢？一開始其實好似蚊爛咁樣嘅，喺手咁樣咯，咁就慢慢好似發展到去手嘅接位啊。腳嘅接位都會有少少。咁但係濕疹嘅時候咧，個情況係點噶？好容易會望到嘅，手嘅接位啊，頸都開始有啦。跟住之後，其實都會知道原來背脊都有啦。咁呢啲一路都 keep 住行，咁就會有啲藥膏啦去查咗，就好明顯係撳低到嗰個情況。咁另外嗰個嚴重程度咧，有冇話令到你好唔舒服啊？有冇啲咩？除了痕之外，其實佢皮膚都比較乾啦，好多皮屑會跌出嚟啦，地下都會可能好多好似塵嘅嘢就好污糟啦。最煩嘅都係夜晚都會痕醒咯，流血嗰啲血乾咗又會啡色，又亦都會影響嗰個衣服嘅問題咯。咁都幾困擾喎。咁其實試過真係有冇話點樣去醫治濕疹呢？有啊，屋企人都會帶我去睇西醫咯。咁西醫的確係幾有效果，改善好快嘅，即係用藥膏可以撳住啲症狀，冇咁痕啦，退到紅腫痛啦，亦都會搽好多護膚品咁咯。咁我同時屋企人都會帶咗我去睇中醫啦。咁又亦都係飲下啲中藥啊。即係全部都要調理一下，由內到外都要調理嘅。係啊。到 Harrison 讀中學時，自己上網揾資料，希望改變體質，控制濕疹。試了咁多不同的方法，市面上有試過很多不同的護膚品，可能只是搽嘢都不夠，我在想會不會有些內在的方法，我就上網check了很多不同的，譬如說論文啊、論壇，那些人會談什麼、分享什麼個案，我就整合了一套可能自己可以試的方法，可能是營養方面入手，有些可能快餐就吃少一點，高糖分的東西吃少一點，但原來運動又有幫助，咁樣樣嘢都整合曬一齊去做先得咯。由高中開始啦，生活習慣有啲咩唔同咧？我高中嗰陣時候，首先用營養入手先啦，例如話朝頭早嘅早餐，我首先會減少乳製品嘅攝取量啦，我唔會飲牛奶啊，亦都唔會飲下 yogurt 啦，有啲快餐嘅包我亦都唔會再食啦。咁但係其實營養只不過係其一，即係處理濕疹嘅方法。咁我同時都會做多啲運動啦。譬如話每個禮拜我會盡量又跟足指引做足兩至三次嘅運動啦，打下籃球啊，跑下步。同時咧睡眠都好重要。我嗰陣時就可能比較忙啦，又要讀書啦，又要玩啦，咁所以瞓覺唔夠。咁我就盡量有七至九個鐘去瞓覺啦，每晚。我知道咧，你大學嘅時候咧有讀呢個營養啦，咁其實係咪有幫助咧喺濕疹方面？係啊，的確非常大嘅幫助，因為我覺得大學讀嗰陣時候咧，就其實真係可以幫到我成套咁樣去理解營養學，去好正確去處理濕疹。市面上成日都聽到好多唔同話，食好多 supplement 啊，跟呢一個 diet 啊，呢個食療嘅方法，好多唔同各種方法。咁我就讀完呢一個課程之後，其實真係好幫到我去特登點樣去篩選日常嘅飲食。Harrison 在大學讀營養時認識了大學讀藥劑的 Kisha。 Kisha 在六歲開始就患濕疹，同時有哮喘和鼻敏感。 Kisha， 其實我知道你有哮喘、有鼻敏感、有濕疹，其實同時間三個病一起發作，其實是不是很辛苦呢？
都好辛苦嘅，因為尤其是係朝頭早嗰陣啦。咁一般濕疹完之後咧，可能過經過完一晚咧，咁你會不斷咁拗痕啦。咁可能第二朝起身有啲皮膚有啲破損，咁但係同時遇著呢個哮喘同埋鼻敏感咧，可能你又會不斷咁擤鼻涕啦。跟住我都因為咁樣而經常要去睇醫生咯。細個咁就食好多西藥嘅，咁可能食到個人都好虛啊，或者係食到有啲藥物嘅副作用都會出嚟啊咁樣咯。咁濕疹最嚴重嘅時候情況係點嘅咧？咁我濕疹咧，其實最嚴重嘅時候咧就喺大學嘅時候啦。咁當中咧有半年咧，我係因為濕疹啦而要去到停學嘅咯。咁我最嚴重嗰陣就記得喺條頸嗰度咧都會有啲出水嘅情況。咁會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而令到我換衫啦，或者係喐動都好困難啦。咁所以我換衫同埋潤膚呢、這個即係每朝會做嘅一個步驟咧，其實我都可能要花成一個鐘嘅時間。咁就令到我可能每日要上堂啦，或者係要約朋友出街啊，所有呢啲咁樣嘅約會咧，都會可能會遲到啊，因為咁而搞到，咁都好困擾我嘅情緒啦。因為其實當時即係女仔都好注重儀容啦，礙於我皮膚嘅情況，其實我就一定要揾嘢遮住佢啦，又想咁同埋咧嚴重嗰陣咧，其實我係喺屋企咧，我係唔敢開燈，係啦，我唔敢照鏡，咁所以其實去到某啲位置，我都擔心自己其實有啲情緒嘅問題咯，咁所以我都會睇下啲心理嘅輔導啊等等咯。你係毒藥劑噶嘛？咁其實都係可以幫到濕疹嘅病噶嘛，係嘛？咁其實毒完藥劑之後咧，咁我明白其實適當咁使用類固醇咧，其實係可以幫助你撳翻身體急性嘅一啲發炎嘅狀況。咁但係都會明白咧，其實藥物都幫唔到全部嘢啦，有啲嘢都係靠自己個整體健康嘅。Harrison 同 Kisha 透過自己患濕疹嘅經歷，加上專業知識，成立為濕疹患者而設嘅社企，舉行講座，亦有網上平台。幫助濕疹人士，每個人的濕疹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成因都有少少不同，所以一定要找啱清楚自己怎樣去處理濕疹，而一定要堅持，因為濕疹不會咁快可以好得翻嘅。